很多的老年人围着聊天，要不是就是抽抽烟打瞌睡晒晒太阳，好像人老了就没有用了。我想改变我自己，老了怎么办呢？所以我就学一些特长。来永川，六年时间了，业余时间我就练球，要把它踢好。虽然经济不是像很多富翁一样，但是咱们要做一个快乐的老人吧。也是与足球有缘吧，我喜欢它，我也热爱它。有时候为了踢足球啊，经常是路上他们有一个小瓶子、小石头啊，都想练。我读中专的时候，我就笑醉了，好像很骄傲那个味道。反正始终足球没有丢。看看这脚射门要进了，哎，暂停了。我退了休以后啊，就开始根据以前踢足球的经验嘛，我就想练一下嘛。这个也流了很多的汗。这个足球确实是快乐足球，也是个困难的球，克服这个困难，也就是说像把它当成一个敌人一样，要把它征服它，让它服我。我叫张本志，机关证照正在保一市，长在西安市，现在我又变成了一个永川人了吧。